韩先锋强势入阵新生踢馆赛，必须要在六位高手当中战胜其中二的歌手，踢馆成功，踢进前四。离开的将会是我们的首发的元老哥。一曲定去留，惊起新人王李荣浩，迅猛抢位，一剑。我是李荣浩，我是踢馆歌手，我唱。星期五晚十点，力排天然造孽，我是歌手第三季第一轮踢馆赛火拼开唱。